天再有客人来，我就要爆炸了。拿一杯，对不起，怪怪的，不好意思。拿一杯，黑冰美是不是？太淡是不是？好像是。冰块再多一点哈，冰块有点太少了，它一下就融化了，我的妈呀！整个教室里面的暖气太冷了。因为我刚刚加很多冰块，我再调一杯给你。不好意思，那对不起对不起，那这杯先不要了。好，不好意思，因为它加太多冰块。好，咖啡。你是不是吐司好了？为什么没有压到？是不是吐司好？不行，要被烫到。然后要把它盖起来，好，盖起来。没有压到吗？这是不是插头他刚帮你拔掉了？哎呀，怎么会拔掉呢？店长很恐怖哎，他根本是在考验我们。超阴险，他居然把充气插头拔嘞！你不会想到没有插头？对，因为他就夹进去以后就说时间到了，一看白的，全白，然后我就啊，插头。哦，我会把它拔掉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在使用状况下一直在那边空烧坏掉，而且会有点危险。如果它一直插着，然后它一直拔它，不小心碰到的话会受伤。没关系，再一次。你插好的时候，你关上，你跟我讲。嗯，可以吗？好，好，